我气氛也太诡异了，真的，这是恐怖游戏，不是，这根本就是给我现在有死掉声音，完蛋了，我卡住了，这又不是躲猫猫，为什么卡住？在哪里卡住？你剪一下旁边，对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我不是凶手啦，你在哪里卡住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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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这个脸超酷的，这海报，会有堵门啊？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找到厕所，我要出去。哎、欸，谁把门关起来了？这个人在干嘛？是我。你在干嘛？我要把门锁起来。我要尝试把自己埋起来。这个门锁起来了，帮你进去。快出去！我，你被锁住了。你在干嘛、啊？不要不要 ，Remember， 不要粉红色 Remember。粉红色 Remember。OK OK， 就成，就是不要。门出去，门出去。哎哎哎！不错不错，奶绿，他关门关门超狠的。谁是粉色的 member？ 阿罗，哎，你去是迷奈，不是我啊！找到隐藏门嘞，奶绿，是我。隐藏门在哪？隐藏门，奶绿这里好酷哦！可是我看不到。你在哪？你是用飞的哦，不是？黄色是哪一个？对面那个吗？那个是粉色的吗？在上你的 ID 是吗？是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旁边那个 Romo。阿罗，阿罗。是旁边那个吗？是旁边那个吗？在上面。奥斯卡哦。奶绿，我们两个赢定了。是旁边那个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。真的？奶绿，你在哪里啊？嗯，有人死了吗？有人死了吗？我死了、啊。我死了。小强看我。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？我又看不到你们谁是谁。猜到你是 Julia 了。我是奥斯卡。奥斯卡。哦，原来隐藏门在这里啊！找到了。又到上面了。再看。快点从上去。哎泰坦那边怎么过去？呀呀呀！他要在上面，凶手找不到我啦，科科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上来的？好酷哦！赢了！可是你警察在那边有无敌的、啊。嗯，等到凶手自盲就赢了。凶手会自盲哦？哪里？哪里？凶手嘞？凶手不知道在干嘛。很好。嗯。外面有个湖哎。怎么办？凶手是罗密欧。罗密欧。奶绿你，哎、欸，奶绿你开那里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离开那里，我一直在那里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很多门我都打不开啊！谁拿枪啊？手已经是踩踩啊，感觉很笨。不是乔，不是，是午休啊。哦。午休后面给鬼，我出不去啊！太渣啊！秋风被你个堵的门卡住。为什么？他们卡在那个。你、欸、不要开门！不要开门！不要开门！这个不要开门！这个不要开门！凶手是罗密欧啊！出不去了！罗密欧是哪一个？为什么还有0.0？哎呀，这个是这该不会是又是局吧？没有了，秋风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有两个罗密欧啦，粉红色的罗密欧，非常粉的，不是粉紫色，是非常粉的，哎，完全不是罗密欧。看到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卡住了，因为可能是开了那个隐藏门，然后我这边打开，对，哦，然后我就卡在这里。我没来过哎，谁是哪里？真死哎，这个位置。对啊，局里那个是粉紫色。谁拿枪啊？但等下有谁拿枪可以跟我讲吗？哎、欸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好无聊、啊。叫我过来干嘛？你是杀手吗？这里就没有东西了，这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完全是。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就完全躲起来的。杀手就是罗密欧啊！杀手就是罗密欧！罗密欧不一样！哪一个？是谁说？只剩一个罗密欧了。是谁？是谁？哎、欸，我被杀了！结束了。好哦，太好了，我卡住了。说，你奶绿你卡在哪里啊？我根本没看到米奈啊！隐藏门，然后我其实我这个是一个柜子，然后它会打开。耶？地下是有门是不是？有个暗门啊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哈哈。这个一样是躲猫猫吗？没有，是杀手，是杀手，可怕的杀手，恐怖的杀手，会让你叫。就是上次那个，等他开始杀人，他会发现那个是。对。哎 ，Juliet。哎，有卡塔枪哎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还没找到厕所。对啊，这地图还蛮可怕的。厕所呢？一点都没有之前的欢乐气息。嗯。印第亚是谁啊？可能在拍恐怖片呢、啊。明奈，我找到厕所。你怎么拿刀看着我？印第亚是谁？像鬼屋一样。印第安是明奈，你要来杀手吓死？那、啊、你是谁？印第安是我啊，我找过那边吗？哦、
是这个？你在二楼吗？在打字的那个吗？嗯。你叫什么？我是 Alpha。出去！你是 Q 贝吗？吓我一跳！这里！吓死我！哎，我应该是我前面的。我卡住了，帮我一下。为什么长这样子？嗯，而且还绿绿的。等下，我再推了，哦，睡。卡成两把推。不要把我关起来。凶手在哪？凶手还没出现。哎呀，这地板看起来怪怪的。怎么都是血啊？谁都不准进我的房间。啊！一进来我就要杀人。小强，你是不是凶手？我在屋里在乱跑啦，出去！哦，原来你刚刚看我看到的就是你吗？出去！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怎么你也有？有人被关在厕所里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也有？我没地了。我要把他关起来。太赞！有人进来，没问题 ，OK， 就杀他，就杀了他，然后他一开门就杀了他，红起来了吧？跟我们两个这样很无聊哎、欸，握刀，哎，米奈，刚有两个开门，刚有两个人开门，怎么米奈在杀人吗？米奈，他是那个什么 Q 贝，粉红色的。粉红色的，我看到了、欸、我牵制他超久了，我一直把他关厕所。就是他，那个是 Q 被粉红色的。喂、欸，在房间里面。哦，好刺激哦，刺激哦，哦。把门关好，把门关好。检查怎么拿火车头了？超重装警察，这检查有点恐怖。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不要紧张。哦，这个你们干嘛躲在里面呢、啊？哎，你们躲在里面干嘛啦？no。囧哥哎、欸，囧哥来了。囧哥来了，囧哥，嗨，囧哥，被拉进来这边吗？不要再偷开武器了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杀手啊！欸、等一下，你是杀手，杀手，对对，谁是杀手？杀手拿火箭筒在乱射，杀手为什么可以拿火箭筒？先杀出去！哎，这杀手疯了！杀手在哪？杀手在哪？我刚才看到啊，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不是他在屋顶，他在屋顶，刚刚有屋顶有闪了一下，哇，蓝色，太换武器啊，蓝色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好的，是啊，他是那个粉红色 Yankee， 他在拿十字弓，哦，Alpha，对决，你好可怜哦，举打个二 D 就死了，在哪里啊？啊，还有一个人呢，哦嗨，他有枪吗？不知道，都没有东西，你没有东西啊？这谁啊？我是警察，要杀我？是警察，你在哪？你们在哪？是啊，啊，是啊，不是警察，不要怕，不是，他到底是杀手还是警察？警察他是杀手了，不要理他，快跑！哎呀，死掉了，跑就对了。哎哎，为什么打赢了吗？是啦，是粉红色 Yankee 啊，巧克力。巧克力的笨笨，巧克力，巧克力不要乱炸，是巧克力吗？是巧克力，我看不到了，对啊，自己关起来，还有人呢，就让你看一下那个暗门，暗门，对啊，你看那个旁边柜子会不会打开？什么东西？哪里有柜子？没了吧？就是我刚刚躲的那个位置啊，哦，欸哦，好酷哦！我以为可以躲在里面。有人呢、欸？是谁？不是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他是杀手，他是杀手吗？哦，有人在杀我之前把他干掉了，真好。我没有死，武器了啦！这跟我居然没有死，太爽了！看到 TTT 啦！他们开 TTT 啦！啊、等一下啦，不要开场就听到拿枪有声音了。为什么杀手可以？哎、欸，杀手为什么可以拿那个了？痛杀，要死了啦！谁在放我？杀手现在为什么有火箭炮？不是只能拿刀吗？看到火箭筒。哎呦，为什么快要死了？
是谁疯了？他刚才在烧屋子哎、欸，杀手在烧屋子。真假的？杀他了！以暴制暴，快点！好贴咯啊！你要待在这边很恐怖，你知道？他在顶楼啊！你刚才在这边，我被厕所看你吓到我了啦！是你刚才在这边，然后灯光是暗的，然后看起来真的真的，他的脸超恐怖的。你说那 X-ray 对不对？超恐怖！哦，那个 Echo 也是，你们两个都好可怕、哦。你刚才远远哦，火箭筒炸到了！他刚走过来，然后我本来是蹲下来，然后我突然站起来，然后被我吓到，超恐怖嘞！凶手是谁、啊？远远看那个阴影，看起来像头发。我刚刚也没看到凶手是谁，就被干掉了。火箭筒就这样飞过来，火箭筒是小强，下面在下面是巧克力，不是啊？我前面在打指令，我怎么忘记指令了？我在躲哎、欸。Hotel， 好退哦！皮太，你要进来一点。没有错，是 Hotel。Hotel， 我已经都有人拿枪了，他快没血了。了屋顶啊，屋顶啊，去屋顶 ，Hotel 去屋顶。哎、欸，明奈，快逃！明奈，过去过去，我们要逃了啦！他把他挡住了。那个不是警察吗？我是警，我是专业警察。来 ，Hotel 来。阿彪警察，就是你。我操！哎、欸，他自杀赢了。哎、欸，你炸到自己啊、哦！乔因为作弊，你把自己炸死啊！乔乔是你，要再开武器啦！谁开武器？作弊太邪恶啦！我是杀手啊！开武器了啦！开武器我就开穿透。开武器太邪恶了，这样不对。是门吗？这是门？有人在开武器，在外面。哎，安稳在哪？我可以躲到垃圾桶里吗？啊，我那我们、欸、我们平民只能躲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哎，奥斯卡，你在这边呐、啊？奥斯卡，你干嘛？你不要踩着我的脸！奥斯卡，你们两个卡住了。好饿哦！哦，这边还有路。嗯？又哦哦哦，连队啊！对。那谁是警察？嗯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被卡住了，为什么？警察跟凶手都不知道。哦。这里可以跳来看球赛喽！哦，你妹，你按三有没有东西？三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爸爸，你卡到了。我死人喽！哦。哎、欸，爸爸，往前啊！一个 X-ray 啊！Get the ray. X-ray 啊、哦！爬爬爬爬，你挡住了！爬爬是谁啦？我们三个挤在厕所是要干嘛？等一下，你是爬爬吗？缝里面？我是爬爬，没错。有一个人死了，竟然有人死了！你先出去一下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你们要小心哦！太挤了，竟然有人死了！绿色 X-ray， 走开！走开！我现在强烈怀疑那个绿色的 X-ray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你要小心。对，我强烈的怀疑这个 D 开头的。贝欧塔是不是？他跑进屋顶了，他上去。不是。哎、欸，那个拿枪的是你是谁啊？是警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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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。屋顶，他在屋顶。哎、欸，我在屋顶，我在二楼而已啊。哎、欸，死掉了，为什么？我刚刚用瞄他，被他跑掉了。我被卡住了。哎、欸，凤里面，你还在那二楼那里吗？哦、他在二楼。警察旁边啊，他保护我。好，在玩我警察，警察前，警察前面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房子？你可以开门进来吗？警察前面有一个房子，第一间。这位凶手，请问你为什么要玩我尸体？会不会开门？开完门马上就被砍了？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救命啊！这位凶手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位凶手的名字好像叫嘿。这位凶手，我看得到你的 ID， 请问你在干嘛？然后杀完人就上去了。喂，关门。凶手你在哪？凶手在哪？救命啊！他自己下来了。警察是谁啦？我啦。但是警察都亮枪了，还是警察是谁？警察都亮枪了。我吗？你在哪？到时候都不去杀人。有没有听到各种惨叫？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我瞄不准呐、啊！瞄我被粘在上面啦！哎、欸，准备捡枪哦！真假的？我听到有人在砸东西而已、啊。
太渣了。那怎么？